上千禧16日出席活动，一身帅气黑白条纹西装，与周冬雨等人一同走红毯。不料受访时，他不小心踩到对方裙子，低头发现后火速将脚抽回。虽然只有短短一秒的时间，还是被眼尖的网友捕捉到。这尴尬场面马上成为网上热搜，易烊千玺略显慌张的小表情和那无处安放的小脚脚，让网友直呼太可爱，要他看到漂亮姐姐不要紧张。不仅如此，与鹿晗的三人合照，只见周冬雨的袖子又被他一屁股坐下，但两人似乎都没有发现。易烊千玺的呆萌模样让粉丝们都笑翻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